我现在速度60，然后好好仔细算哦，是 M3N 哦，我要准备了。认真的念，所以要念大声哦。来哦，准备了。发现哥哥没有连拍子，还会出问题呢。好，再一次啊，来吧。所以小声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听得更清楚。什么时候可以大声呢？你非常熟，不听我都非常熟。我们再来变大声，好吗？好，来再一次重播。没关系，我这次都不管你，我们来看结局是什么。好，打错我们也不要停哦，因为我们在打歌曲的时候没有再停下来，对吧？好，来再一次。
而且根本听不到拍子在哪里，对吧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给你猜猜。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？为什么我打大力的时候我就听不到了？来说说看啊。为什么打大声就听不到了？不知道。哎，班长，哎，刚刚讲什么？你觉得我在听你讲话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刚刚没有在听你讲话？你觉得为什么？太大声了。对啊，那你觉得我听得到你讲话吗？你觉得你刚刚讲话，然后我听得到你讲话吗？所以呢，我怎么听得到你讲话？所以我们要跟他学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？要干什么？要听节拍器。我们听歌曲，我没有听，我们讲节拍器啊，我们要听什么？你刚刚都在听什么？歌曲。那你歌曲如果打大力听得到吗？所以我们是要放小声，你才比较跟得到拍子，对不对？尤其你又不熟，你又不听到声音的话，你拍子就会乱掉。所以拜托你一定要小声去做好它。你看，当然你开电子鼓，你可以开小声 ，OK 啊。可是我们在打真鼓的时候，当你越不确定现在的声音在哪里，你要打小声。这个也是尊重哦，知道吧？好，一样，我们回去再把速度练熟一点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你可不可以把速度60练到最熟？有没有比上次再？我们今天这样子有没有比上次再熟一点的？有啊，那你觉得下礼拜来有没有办法可以熟到更熟，比这次还熟？我们这个礼拜不用多，我们这礼拜功课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不用再加速度了。可是你有没有办法承诺我们这礼拜把60练到最熟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就60就好哦，没有要再加速度。你可以承诺我。60从头到尾都不要出错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还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好，那我们没有加速度哦，所以就把它练到最熟而已哦。下次想不想再跟歌曲看看？要吗？想要吗？想要。你现在在听我讲。好，一辉过来了哈。机会过来啊！这样知道为什么我常常会讲说你上课都不专心了哈、啊。如果要上课专心的话，必须要先怎样？要先念。先听我讲话。好 ，OK。所以这礼拜要做什么？要把60练更熟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要下次要跟音乐。好，那你觉得这个礼拜？从40练到60有没有很辛苦？有没有比上次再进步一点？但是我们还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成功了。所以你这礼拜有没有信心可以把60练到很熟？有哦，好，下课吧。